荆棘总一同生长，经历过挫折的伤才迎来芬芳。梦想在每个清晨敲打我心房，送你片汪洋，身在就起航，勇气是信仰，永远不彷徨。上集我们找到了虎妞的孩子崽崽，在等待虎妞的时候，大马猴二狗暗算我们，夺走了崽崽。看到这一幕的虎妞竟然把我们当成了坏人，不妙啊！虎妈的误会。快说，我的孩子在哪儿？我虎妞，你误会了，放开他！又是你们这些盗猎者！不许伤害他，这是误会。我们是好人，崽崽被坏人抓走了。我再也不相信人类的话了。你，强哥，你怎么能开枪呢？我没想开枪啊，手根本不听使唤。我刚才太紧张了。啊！熊大，他是虎妞。虎妞，你也是动物，为什么要帮人类？虎妞。哎，俺们找到虎妞了，嘿嘿，找到虎妞了，嘿嘿嘿嘿。哎，你们咋一点都不高兴呀？哎，虎妞，没想到咱们长大后第一次见面竟然是这样。对不起，虎妞。赵林，别伤心，只要俺们救回崽崽，就能化解所有误会。对，虎妞，我现在就去把崽崽救回来。哎，你别去，太危险了，俺去。俺也去。得给他们点厉害。等等，待会儿虎妞醒了看到我不把我吃了才怪，我还是去救崽崽吧。那你和熊二去追，俺留下来保护赵林和虎妞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熊二，俺们一定把崽崽带回来。强哥，熊二要小心啊。放心吧。虎妞别怕，你只是中了麻醉弹，一会儿就能醒过来了。在这之前一定发生了啥事情。别跑了，他们没追过来。赶紧汇报给王老板，两只老虎两份价钱。哎喂，王老板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老板，是我抓的，你看活蹦乱跳的，可难抓了。嗨，你俩给我抓的是什么？王老板啊，这是一只小东北虎啊，你看它多健康啊！好意思说，花了我这么多钱，最后搞了个小不点。你们说我要这干什么？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其实是有人和我们抢东北虎啊！对方人高马大，武器超猛，还有两头大狗熊做保镖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啊，所以才只抓到这只小的。没有人能赢我，
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抓到东北虎，明白吗？啊，是是是是，明白。下次要是再失败，这是，哇，这应该是王老板寄给我们的终极不护武器啊。有了这个箱子里的东西，这次咱们200%会赢。小不点，敢挠我，我也挠你。分岔路，该走哪边呢？有线索了，好香呀！是蜂蜜。蜂蜜，蜂蜜，你就知道蜂蜜。蜂蜜。熊二，你真是个天才！刚刚仔仔的身上沾了蜂蜜，你仔细闻一闻，是哪边飘来的？是这个方向。加油啊，熊二！哎呀，熊二，你没事吧？硬。熊二，快起来！救命啊！过来，躲到树洞里。你卡住了，快吸肚子！哎呀，熊二应该减肥了。觉得俺的身材还是可以的。虎妞，你醒了！虎妞，先别过去。虎妞，那武器只是让你睡着而已，现在没事了。你现在很虚弱，吃点东西吧。还我孩子！这个，虎妞，熊大，你们别打了！赵离，你站远点，这儿危险。你也是动物，居然帮盗猎者！俺叫熊大，是森林的守护者。别想骗我！俺们要是坏人，早就趁你睡着的时候把你抓走了，就不会在这儿等你醒过来了。虎妞，虎妞，你受苦了。我是赵林啊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小时候。你不能去找仔仔，他们抓了仔仔就是为了抓你，万一你也被抓，我情愿自己被抓，也不能让孩子有事。可是仔仔不能没有妈妈呀。你不用担心，光头强和熊二已经去追坏人了，他们一定会救回仔仔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哼，那光头一看就不是好人。不，他只是长得让你误会了而已啊。哎，现在不仅跟丢了坏人，还被蜜蜂给蛰了，都怪你。就好了，走吧。森林是这边传来的吧？对呀，对。没有啊，是大马猴二狗，快追！这边。停车！光头强和那只熊在后面。啊！猴哥，给你点颜色瞧瞧，把仔仔交出来。走错路了，右边。马猴，你还真有两下子。那是。马猴，停车，快放了崽子。过来开车。哦。不好。小心！还真难缠呢。光头强，熊二，
会往哪儿跑。大部长，谁放了仔仔？小样，我就得你啊！全是捕虎的工具。二狗，他们上车了。行。哎，这回游戏该结束了。这下糟了。不行，我得通知赵林熊大。我凭什么相信你们？虎妞，我们……放开我！你们快把崽子交出来！孩子，怎么讲？孩子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放了崽崽，不许你们伤害他。放心吧，我们还等着大虎来救小虎，好来个一网打尽呢。等熊大来了，你们一定会失败的。我们现在有超厉害的秘密武器，就算老虎和熊都来，我们也都能抓住。这，原来你们说的是真的。对不起，虎妞。我现在只希望你离我远点儿。虎妞，咱们必须团结起来，打败一切想要伤害森林、伤害动物的家伙。你愿意和俺们一起组成最强联盟吗？请期待下集《最强联盟》。烟花开遍山高，繁花沙沙作响，人心奔腾，藏着一切的方向。智能正在跳荡，自由在我身旁。森林的美好，永远都不会忘。绝望的四季变换，林海茫茫，一起沐浴北方的阳光。这冒险还很长。冬雪笑容，溪水流淌，更换熄灭，曙光在前方。有伙伴，有力量。绝望的我开遍山岗，浪花沙沙作响。绝望的身心奔腾，藏着季节的方向。正在跳荡，自由在我身旁。